长谷王蛇虽然顽强蜕变，但还敌不过物种压制。得想办法帮他。暴虐龙族习水性，如果让他离开这里，对现在的生态是灭顶之灾呀！永嘉阳，快把炸药班车上去！喂，阿离，快去帮忙！这儿有人呼气了，滚一跳车，一定引爆。好。喂，你能行吗？ 我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妈妈知道，你可以照顾好自己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别去！放了我！爸爸，腿部，暴虐龙最薄弱的部位，只要让它失去平衡，盘古王蛇就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 妈妈不怕吗？妈妈怕，但妈妈更害怕是失去你。我不想当你的拖累。